全部给所有的弱势族群，谢谢各位。我们现在欢迎张碧麟的贵宾，台北市立动物园园长叶杰森先生，还有前张碧啊，夫人，对不起，夫人没有看到。还有一位贵宾哦，常支持我们的哦，一个王龙胜先生。一个学年就多了三。还有我们在介绍社团法人中华慈邦爱心会财务长林淑春小姐，还有李志林丽珍小姐，因为我叫习惯了，我小华小姐，再见面对不对？讲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加一个中华慈光爱心会郭妈妈赠送我们一个感谢状，快乐爱心义工队的匾。不要，谢谢郭妈妈。他因为没有，今天没有来哈，特请他两位过来，感谢他。